今天给大家测试一个狗粮真空桶。那样不行啊，不漏镜不行了。咱这样啊，锁上之后我提一下，那样真的提不了。按压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大概等一分钟左右，然后咱就往起提啊。粮有点装的太多了，提不起来。嗯，好，现在到一分钟了，然后我把它尽量把它提起来啊，装的太多了，有五斤多狗粮，扣不住，用指甲扣啊，指甲长，提住，刮住这个边之后，然后往上提，咱看一下啊，等等的，等等的啊，就很结实，对不对？封得很严，然后咱们现在把它打开，放这儿就快了，大概五秒 ，OK， 就很轻松就能打开。是不是这样储存还是很好的？它这个盖子上啊，充电款的，所以有了这个真空桶，就能更好的防潮、防霉、防虫了，真的很不错。